立法院长韩国瑜、云林县长张立善公布热腾腾出炉的国庆焰火模拟动画。今年国庆焰火有600秒长，搭配气势磅礴的配乐，立刻吸引现场所有人的眼球。还有今年云林特制的七彩祥云焰火弹。除了模拟动画，宣传影片也出炉，希望在国庆期间吸引民众前来旅游消费。立委张家俊也展示诚意，现场唱了一首歌《小星星》。云林，云林。张家俊说，歌词是他和老公幕僚一起想出来的。张立善也表示，即日起县府团队将会吃素，祈福活动圆满顺利。韩国瑜致辞时大力称赞云林县府对国庆焰火的努力，提到今年国庆主视觉的含义时，说到要把台湾从黑屋子里拉出来。中华民国像一个营养不良的小老头，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8年，没有人管，没有人问，没有人在乎。今年的国庆焰火将会有400台无人机表演，而且会以布袋戏素还真的意象，让大家眼光为之一亮。三立新闻廖一德云林报道。